这色麂皮是有点蜜桃粉，哇，随便怎么搭，纱裙啊、牛仔裤啊、格纹裤啊、黑裤啊，或者是裙裙啊，都非常好看。它可爱的是，它还印这种爬红色的经典印花 logo， 然后圆领式的下摆的身宽 S、M、L、XL 都可以很轻松的驾驭。里面呢，给大家看一下它的材质是这样子的。好，外层是麂皮，非常非常的舒服。有买过居人家麂皮就知道我们的麂皮非常的细致哦。其实麂皮啊，我建议大家就是稍微脏污的地方稍微手洗浸泡一下就好，并且不要加太多的洗洁精，因为呢，我觉得麂皮它本身是非常细的，但是如果你洗不好，麂皮如果干了风干变很硬，或者是它色泽因为那一块你一直去洗它而褪色，我觉得就不好咯。我觉得我们居人家麂皮都算是容易处理，然后它也比较不会龟裂，然后你看都是这种很软的。整件都是非常非常软料的，我觉得这件很好搭，因为我现在穿的这件裙子它比较高腰，我这样稍微这样扎一点进来，就是把它做一点腰身的感觉。你们看，就是这样子啊，就稍微这样整理一下，看起来就我觉得还蛮青春洋溢，然后看起来又是瘦瘦的那种。